才六个班，为什么让我毫无心理准备的撞破这世界之谜？你们有事吗？我只是个萌萌的胖子而已。谁先打破纯纯的革命友谊的？我威胁他，如果不乖乖就范，我就把他猫给扔了，所以他就乖乖就范了。我这个回答你满意吗？你们这样不对啊，队里就这么一个姑娘，我们哄着护着捧着，队长你身为队长背着我们一言不合就自己先拱了？我不先拱那还留着给你们拱吗？你我是队长不是雷锋。还有你童谣啊，说好的好好打职业，不跟电竞职业选手谈恋爱，职业选手全都是渣男呢，你就这么打自己脸啊？队长又不是简阳，他不会骗人，平时就看看比赛视频，打 rank 什么的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空气中散发着迷人的狗粮香味。你俩咋对上眼？不知道，就骂着骂着骂出味道了呗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听说过没？踮起脚在超市藏水的时候特别可爱，打游戏的时候特别可爱，被阿泰的玉藻前打败了，一个人坐在位置上哭了一晚上，并且练了一晚上式神的时候可爱，赢了比赛不知天高地厚而且没礼貌的对着杨晨说骚话的时候可爱， solo 赛里赢了我的时候嚣张的样子更可爱。我就随便问问，我还能再说好多条，你留着去教堂跟你们的主婚人说吧。啊，你不想听吗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俩到哪一步了？只有你看到那样，没有其他的了。你还想问什么？全都告诉你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俩让我安静会儿，去，你们先走得远远的。对了，我那个喷雾用完了，我要去买喷雾了。不行，以后你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，我去帮你们。我给你当了两年的辅助，你连只洗面奶都没给我买。别迟到，房间了啊！啊，早上别迟到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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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天 vlog 录完之后，咱们去哪玩啊？你想去哪儿啊？去吃好吃的吧。好啊。小姐姐，你们今天晚上怎么睡啊？